曾经你也是一位英雄，你英勇地起身对抗黑暗，用你自己的生命替这个世界争取另一个明天。然而你所对抗的邪恶并非如此轻易驱逐，你所赢得的胜利也并非如此容易维持。而今死亡的恐惧再次逼近这个世界，他找了新的勇士带来最终的统治。黑暗的骑士们操控着死亡与毁灭的符文，受到巫妖王的意志所束缚，他们崛起的时刻到了，你与黑暗重生的时刻到了。怎样？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有话就说吧。明天是崭新的一天，
动作快。没事就走吧。什么？苦难与你同在。需要什么吗？别打扰我。
是说。动作快。尘归尘，土归土。你需要什么吗？明天。Thank you.
他永远看着你。我们会把生者从这个世界抹除。怎样？别打扰我。将复仇。动作快，下次见。压迫众生，明天是崭新的一天。有话就说吧。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不能攻击他。
快说吧，我还在听。没事就走吧。我们贯彻主人的意志，苦难与你同在。你需要什么吗？我们会毁灭这块土地。从命令，我们的死亡让其他人得以生存。
你有什么命令？死亡阻止不了我们。你有什么命令？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明天是崭新的一天。什么？我们会毁灭这块土地。动作快！
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哇哇哇！你需要什么吗？别打扰我。继续说。苦难与你同在，快说吧，我还在听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怎样？明天是崭新的一天。你好啊，再见了。我们从前的生命毫无意义。
他的命令将会被执行。我们压迫众生，没事就走吧。我们无需质疑，只需执行命令。苏醒吧！我们只为向他效忠而存在，死者的鲜血染红了天空，巫妖王正注视着我们，爪牙们，让你们的复苏只留下灰烬与痛苦。Yeah.
光骑士们撤退，我们战败了，这里的圣光之力。孩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已经变成你父亲毕生所对抗的东西了，就像懦夫阿萨斯一样，你任凭自己被黑暗吞噬，深陷仇恨，以折磨和杀害他人为生。你的主子知道礼拜堂下面埋藏了什么，所以他才不敢露面。你和你的死亡骑士就是他派来送死的，达瑞安。你现在感受到的是上千个迷失灵魂的痛苦，他们都是在你和你主人剑下牺牲的英灵，圣光会粉碎你，达瑞安。省点力气，老家伙，留着说遗言吧。吾儿，父亲，我亲爱的孩子，这，父亲，这是你回来了。你离开了好久，父亲，我以为没什么能阻止我回来，阻止我回到自己的家和家人身边，达瑞安。父亲，我想和你一同加入对抗不死族的战争，我想战斗，我无法坐视不管。达瑞安·莫克莱尼，你还不到持剑的年纪，黄瑞与罗德隆的不死大军一战，我不能够失去你，连想都不敢想。如果要死，父亲，我宁愿起身反抗不死军团而死；如果要死，我宁愿和你同生共死。吾儿啊，有一天，你将能驾驭灰烬使者，以他在这片大地上弘扬正义。我深信，当这天到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人民将以你为荣，也因为你，罗德隆会成为更美好的地方。但是吾儿，你持剑之日尚未到来，不要忘记。他是我的了。你背叛了我，你背叛了我们所有人，怪物！感受莫格雷尼的力量吧！真可悲！你这被诅咒的怪物阿萨斯！你说对了，伏地，我就是为他们去送死的，他们的性命毫无意义。但你的不同。伟大的提里奥佛丁从藏身之处给引出来，可真容易呀、啊！你让自己暴露了出来，圣骑士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我持剑之日未到。提里奥，阿萨斯，这是什么？你完了！不可能！起来，达瑞安，听好了。
我们亲眼目睹一场可怕的悲剧，善良之人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，高贵的骑士为了保护我们的性命而牺牲。只有团结合作，绝对不能遗忘这起事件。我们必须时时警惕自己。巫妖王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，我们绝不能再让他继续破坏这个世界。兄弟姐妹们，我在此向你们承诺，一定会击败巫妖王。今天，我们要团结一心。银色黎明和白银之手骑士团将合而为一，我们一定能完成前人未尽的大业。我们要向阿萨斯宣战，粉碎寒冰皇冠的高墙。阿萨斯，银白十字军向你宣战。暗刃骑士团也是一样，虽然我们族类在你的世界无处容身，我们还是会誓死消灭巫妖王，我以此为誓。我们只为向他效忠而存在。去吧，掀起一场浩劫吧。他永远看着你。以巫妖王之令，服从，否则就受死。天谴军团的力量无可匹敌。需要什么吗？我们从前的生命毫无意义。去吧，掀起一场浩劫吧。
暴风城感激你为联盟所做的一切。国王的高贵取决于他内心的信念。